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周璇在1943年主演了电影《渔家女》，并在影片中演唱了插曲《疯狂世界》。在影片中饰演的琼珠，由于感情被骗而投湖自尽，被救起后但已精神失常。没有想到这个场景竟然映射到周璇自己真实的生活，周璇的三段感情都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，以至于精神出现了问题，在疗养院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几年。这《疯狂的世界》的歌曲片段就是周璇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，让我们一起回顾吧。痛快，什么叫奇怪？